过年啊，台东设卡的介绍一直起，引起了贼仔想空想胖。这是东河乡一个正设卡的果子园，一暝拢靠贼仔拼去，偷摕要一万斤的设卡，损失算算的超过50万。正设卡的人真是要哭无目屎，早起是要采收，才发觉讲过年通天心血拢乌有去，艰苦一挂。设卡园剩无偌济设卡，农民看到心血拢乌有去，心内足艰苦的。无因挂咧晚剩落来设卡，本来这两天就要收成啊，收未到，昨透早发现有贼仔来偷板。八千几十万，哦，安尼损失都50万有咯吼。哎，迄种专业的，种内行的啦。台东这个农民又讲，贼仔是利用园区外口乌石网啊来掩身的，探半暝啊，四界拢无人，直接去过境园偷办石卡。农民认为犯案的人应该是专业的，上少有两个人以上，搁塞三栋半以上的货车来载，才会当一届就载走这么侪石卡。伊嘛真无奈讲，警方一定爱判重刑，才会当让贼仔唔敢乱来。尤其现在年关将近，价钱都非常好，都拜托我们的一些警局的一些好朋友来帮忙我们维持东河乡的安全，然后加强巡逻。这几天设卡收的价钱是65到70多元，对农民来讲损失真正足大，上少有超过50万。目前警方也顺线调查，两早把人抓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